请打开会结本子220页。会结本子220页。我们在上一堂课说到信则恶业七种了见大小同意的前面这一段的文，那么最后一个段落说呢，弘一立足云归戒功德经论广赞梵言果报即在人天，故悉勤修净行七生弥陀净土。那么莲经居士呢就择录弘弘跟林直立寺的开导，说呢，弘一立足云受持三规五戒的功德，在经论当中有广泛的赞叹。那么换换来讨论的话，说到果报呢只局限在人天，就是做人升天，所以呢必须要精勤修习这个净业之行，以祈成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。北宋的林直立寺，这林直圆照立寺云，林直是林直寺，在西湖的旁边，这圆照立寺说呢，一者入到西游时，那个顿呢是一个错字，入到西游时，二者其心必有冲，焉有使者即悉受戒专之奉持，令一切施众对诸沉静，常于受体着衣吃汗行足坐卧以莫动静，不可暂忘也。那么知足这一段的开示，在在家备览里面也有，每一两段开又来学，也就是呢，林直立师呢，遇到有学人来参访的时候，都以持戒跟念佛这两端来开导这个后学的，一者入到西游时。二者其心必有终。那么修道当中呢，第一个讲的就是我们的发行起步，从哪个地方开始呢？说入道须有始，我们要入于佛道当中必须有一个开始。第二呢，七心必有终。那么开始修行呢，中间的过程，那么积极的累积戒定慧的功德，到最后面呢，起心要起这一念心呢，必定有一个终了一个归宿的地方。焉有使者即悉受戒专制奉持。讲到呢，入道的开始没有其他的，也就是我们必须要受戒，要发心受戒，受了戒之后呢，还要依戒而行，要专制奉持，令一切事中呢对诸沉静常于受体，实力呢在一切二六识当中呢相对六尘的境界，要恒常意念到我们受戒所纳受的戒体，也就是说简单来讲，我是一个佛弟子，受了戒呢叫做佛弟子，我们有佛的戒在身，
着衣吃饭行住坐卧，穿衣吃饭呢，行住坐卧是位于当中，以默动静里头，不可暂忘也，也就是要念之在此，常而一心念除诸慨。那么也就是呢，我们呢受了戒之后啊，要能够符合佛子的身份。所谓的学佛，佛的身口意三业啊是如何，我们应当怎么样来效法学习持戒，断恶修善呢？外表呢有好的威仪，这第一步啊很要紧。不要说呢，这个这是着相，装模作样，现代连装模作样都没有了，所以呢，基本上来讲，要有心呢，我们发心呢，为了修行，所有的都是会归于菩提之量，就怕你发心呢不对了，做什么都是不正确的。那么缘起宗者为归心净土，皆是往生也。讲到宗，最后我们的归宿的地方，也就是说呢，将所有的功德要汇集归心归头，这一念心要趋向于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，决定发誓要往生到极乐世界的。为什么呢？依无愁恶事末法之时，后业生产惯习难断，自无道力何有修正。因为呢，在无愁恶事当中末法的时候，我们的这个众生呢，善根呢浅薄，所谓的障重慧浅，所以呢烦恼跟业深深的缠缚着，无始劫来的这一种习惯气氛呢，所熏习的习惯气氛没办法难以一下子断除了，所以你虽然也发心呢，但是呢长时间的流转心习的那一念心呢，有时候呢在法当中听闻，怎么听都听不懂啊，有业障的，听懂了要做啊做不起来，也是业障啊，习气啊，所以说呢难断，难以一下子就断除了，虽然知道啊，但是不容易做到，自无道力何由修正。那假使没有修道的力量啊，这个戒定慧有什么因由可以修行正果呢？所以呢，释迦出世五十余年，收无量法，因可度者皆悉已度，其未度者皆亦咒得度因也。所以我们释迦世尊呢，出现在世间呢，成道五十一年，我们讲三十成道好了，八十入昧啊，前后就是五十一年啊。那么所讲五十一年，说无量的法，因可度者，因可度者，也就是呢，跟佛的缘比较深的，可以现前呢被佛摄受，了生脱死，皆悉已度了。从最初的这个焦唇如比丘，乃至到最后面的悉跋陀罗，皆悉已度，七位度者，皆亦作得度因缘。没有度的，也做了得度的因缘。佛的言教啊，流传。接着呢，佛灭度之后呢，第一次的结下安居啊，迦叶尊者结集了五百阿罗汉呢、在毗婆罗库里头呢，结集三藏，将言教而转成文字相。那么依此三藏呢，经历论三藏啊，而学习
同样的，也能够呢，依解生定因定而发慧，由慧而断烦恼了生脱死的。那么因缘虽多，难为造入，为净土法门是修行净路，古诸经论偏赞净土，佛法灭尽为无量寿经，百年在世，十方欠赞，行不突然。说呢，得度的因缘虽然非常的多，84000法门，但是呢，难为造入，不容易啊，造次弃入的。那么修持不安参禅啊，或者说小乘的南传的这个禅法，都一样的，好像呢，现前来讲，哦，安住这个所缘呢，还不错。有调和烦恼的作用，但是离了生脱死啊还很远，还很远的。所以说呢，难为造路啊，为净土法门是修行净路。我们现前要修行的了生脱死，第一个再来成就佛道，了生脱死。要了生脱死的话，这是我们呢现前学佛的一个很要紧的课题。佛所先说的话都是殊胜啊，足以了生脱死，但是我们所要求是现身。现身，那现身呢，就是净土念佛法门，这是修行的净路。净就是直接的，很直接的道路。那么深信，发起恳切的愿呢，老实念佛，信念要记住啊，就能够蒙阿弥陀佛的摄受啊，纵然烦恼没有断，也可以到极乐世界。去到极乐世界，烦恼不断，自然就断了。因为呢，我们没有这些的恶。不好的境界啊，来触动我们的业种。虽然有业种呢，但业种不起现行，烦恼没有断就断了。故诸经论呢，偏赞净土。所以呢，诸多的经论当中呢，都是偏偏来赞叹呢、这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。那佛法灭尽呢，为无量寿经百年在世。佛法灭尽的时候，唯独无量寿经呢，无量寿经都留百年在世。这在佛说无量寿经里面有讲到的，十方欠赞呢，心不突然。十方诸佛殷勤来劝勉赞叹呢，这样一个法门呢，实在是不突然的。是十方诸佛，出广长舌相，遍如三千大千世界，说诚实言：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的一切诸佛所悟念经。这个念佛法门，赞叹念佛法门。那么修行呢？当然，我们最初啊，第一个一定要好好的学习戒法，发心啊，受了戒就要学习戒法。学习戒法，学习是为了应用啊，要去做的。学习之后做了，那就是解脱了。学习了还没解脱啊，但是做了就解脱。所以还要呢专制奉持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去断恶修善。这是第一步啊，第一步也就是佛法的所有了。没有第一步，哪来的第二步？哪来的最后一步？所以第一步是最要紧的，发心起行啊，这一点呢非常要紧。就好像说，我们的发心要不正啊，怎么修？修到最后面呢，那就是也不得好果。所以呢，基本上来讲，这个修习佛法，虽然呢，佛经当中所讲的。这些道理或者法门非常的殊胜，但这些功德呢都是要从戒法这个大地所升起的。
所以我们做一个佛弟子，在家或者出家都一样，都要先受戒的，要依戒而行啊，产生定慧的功德。接着呢，我们看着底下的第一条杀戒的信则恶业。信则恶业当中呢，这一条杀戒啊，不受戒人但得性罪，已受戒者兼得性则恶罪，没有受戒人但得性罪。性罪是佛自戒不自戒，它都有过失的，叫性罪。那么已受戒的兼得性罪，还加上了遮罪。佛自戒遮止你不可以做，违反了就有遮罪了。性罪呢是业道罪啊，遮罪是犯戒罪。那这个道理呀，前面呢也讲过了，藕益大师呢前面有辩明过了。那我们受戒不是遭罪之徒吗？不是的，受戒啊，栽培解脱的因呢，还要经营受了戒还要学习，还要去如实的去做，还要经营的哦。你要好好经营啦，还有佛果可得啊，佛果可得啊。你要没有受戒啊，没有种子，哪来的解脱？都没有了，长时间的轮回。所以啊，不要有错误的观念呢，不要错误的观念。那这样呢，就不要受戒，还比较好一点哦。那么再来七种了见，七种同志，无论在家出家，都是共同的遮止，不可以杀生的。大小同意当中呢，大小乘不全同，不完全相同呢，同者同不得杀，异者大是见机得杀，如开者所明。相同的情形都是呢不可以杀生的，不同的情形呢，大是菩萨见机啊可以杀生。就如同呢，救多人而杀一人呢，断色身而救慧命。这菩萨呢是可以开的，声闻当中呢是应该遮止的，它是有所不同。如等一下呢后面的那个善事开遮当中呢会说明。又者大士害恶师成立，声闻但觉重罪。菩萨杀害啊和尚阿舍离，不但犯众呢，还有逆罪，还有逆罪。声闻当中呢，但是呢犯众戒，结重罪而已。再来呢，大士呢杀天犯众，声闻非众。菩萨杀天人呢犯众，前面的中品的众生他是犯众的。而声闻律当中呢，杀天人那非众犯中品的罪。大士呢，杀士气如前了见，声闻杀鬼神，以杀天童，杀旁生又杀类。菩萨呢，杀害呀士气的众生，如前面罪相当中的了见，能解已受戒的要犯众，不解已者犯轻。而声闻律当中呢，杀鬼神跟呢杀天人呢同犯，都是属于中品罪的。杀旁生呢畜生有稍稍轻一点，属于下品罪。声闻律里面呢，它的层次啊是有所差别。那么大士舍身不失戒啊，戒罪如前说。声闻舍身呢，戒亦随尽呢，不复戒罪。菩萨呢，舍身之后呢，不失戒体的戒罪呢，就如同前面罪相当中所分别的，就如同杀人之后呢，自己先舍命了，后来被杀的人呢，才断命了，这样也是戒重罪的。但声闻律当中呢，声闻的戒法不是如此自己要先舍命了，被杀的人呢，才死亡的话，但是戒轻罪。因为对方死亡的时候呢，已经没有戒体了，没有戒体可归位。但是呢，即现在还没死的时候呢，戒
比较轻的罪而已。所以说呢，声闻舍身呢，戒意随尽呢，不复结罪了。声闻要舍身舍命呢，这个戒体也随着没有了。那这样呢，后面的对方死亡的话，不再结重了。就是极限于自己还没有舍命之前，做杀的方便结方便罪，结方便罪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呢看着前面的第26页，26页的善士开者，这二祖十门当中呢，属于第五门，啊，属于第五门，善士开者。这善事开者呢，就善于认识开言或者遮止，也就是说呢，有一些特定的因缘是可以开许，在菩萨来讲，啊，开就是开言，不能开啊，就是要遮止。这当中呢，我们要善于能够了解它。唐一菩萨戒本言：若诸菩萨、安住菩萨尽皆利于善前方便。为利他故，移除性罪，少分现行。由是因缘，依菩萨戒，无所违患，生多功德。唐译，唐朝翻译的，就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《菩萨戒本》，就是《依戒菩萨戒》菩萨地当中的戒品。那么里头呢，戒文怎么说？若诸菩萨。说假使诸菩萨就发了菩提心，受了菩萨戒的菩萨，安住菩萨尽戒律仪，这个安住前面讲过了，就是说他受了戒之后，没有破戒，没有舍戒，没有癫狂心乱病坏心，没有这一些的事情，叫做安住。那么安住在菩萨的尽戒律仪，善权方便，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啊，善巧方便的依诸性罪，对于杀盗淫妄这一些的性罪，少分现行。讲少分呢，就不是长途的法，见机思维。这一件事情对众生有利益啊，而内心当中呢，自己也是安住在慈悲怜悯的心，这样呢，少分少许可以现行。由是因缘，由于这一种慈悲利益众生的因缘呢，对于菩萨戒无所违患，而且当中还能够生出许多的功德，在。《一切菩萨戒本讲义》上虚下明老法师在讲义当中呢这么说，说呢此等都是属于显示菩萨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啊，对于杀生等等的性罪啊，可以少分现行，由此也更加能够看到呢菩萨利益众生呢这一种的方便呢。是有很多的，但是呢，这一些事情呢，都是登地以上的菩萨所能够做，而不是一般呢初发心的人，所能够做的。因此呢，在自己智慧、慈悲没有深固基础之前，这一些的性罪是不可以轻易啊讲开言的。所以呢，与其呢勉强效法菩萨而遭到过失，倒不如严守坚持不换为妙。必须等待啊，悲心真的非常的具足了，而时机众生也现前，经过呢深思熟虑之后，了知呢这当中必定啊利益多而过失少。适合而为之，所以呢，文当中讲到依诸性罪
少分现性，皆不可看待啊，是属于长途之法。冒菩萨之名呢，而行烦恼之时，那这样呢，就突然遭到无边的生死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这是呢，续公呢在讲义当中呢有这样的开示，这样开示。为如是菩萨，见解盗贼为贪财故，亦杀多生，后复亦害大德。声闻都解菩萨，后复亦造多无间业。见是是也，花心思维，我若断彼恶众生命，堕那罗伽，如其不断，无间业成，无间业成，当受大苦。我临杀彼堕那罗伽，终不令其受无间苦。如是菩萨亦乐思维，以彼众生为当来故，深深惭愧，以怜悯心而断彼命。由是因缘，依菩萨戒，无所违患，生多功德。这意思呢，是说如是住戒的菩萨，他呢看到了抢劫、偷盗的盗贼，为了贪求财物的缘故啊，想要杀害许多的众生。这是说明了贪心呢杀生的情形。那么或者呢，以嗔恨心想要呢加害这个大德。所谓的大德，就是呢声闻、读解、菩萨这三乘的圣者，是我们的敬田啊，所以叫做大德。或者由于愚痴心，他想要造作呢，多无间业哦，是父、是母等等呢，这无间业，这是愚痴心。菩萨佛子见是是已，看到呢这一桩事情之后呢，就发心思维，发心呢就是作意，作意心所呢，作意，这个事情现前呢，作意来思维这一桩事情。我假使断了这一位恶众生的生命啊，就犯了杀罪啊，哦，那这果报啊，将来就要堕到那罗伽。那罗伽呢，换成中文叫做苦处，又称作地狱。那么这是呢，了知因果事理，清楚了然，这是智慧。如其不断呢、啊？假使不断这一位恶众生的生命啊，纵容他杀害众生，那无间业成就了，当然呢、就要去受地狱的大苦啊。菩萨做这样的思维之后呢，就决定，那我宁可杀害啊这一位众生得杀生罪，自己啊堕入那罗伽地狱当中去受苦，而终究呢不使令这一位众生呢造作杀业啊，而受无间地狱的苦报。如是菩萨亦乐思维，如是呢住戒的菩萨啊，亦乐思维，周易喜乐啊，这么样思维，对这一位众生呢、为当来不使令他受地狱之苦的缘故啊，自己也感到非常的惭愧啊，那么自己不认为我这样做有什么功德，凡夫的思维啊，确实的了知。那么对这一位众生呢是有利益的，因此呢以怜悯慈悲之心呢而断绝这一位呢众生的生命。由是因缘呢，由于这一种的因缘，什么样的因缘？就是慈悲心呢、不让他呢堕地狱啊。有思维啊，能够了解事理因果，了知呢自己造的杀业啊，将来自己要堕地狱，这个是智慧。由于大悲心跟智慧心的因缘而做杀生的事情，
对于菩萨戒来讲呢，不但呢无所违犯，而且又生出许多的功德。这是呢菩萨见机行杀的情况。解曰：此则大悲增上，存以待苦之心而行杀业也，深深惭愧，民其不至，以为功能，以怜悯心民其食物，一念嗔愤，故虽甘受犯戒之罪，而究竟无违犯耳。倘四分未忘或贪图功德，驾言于大事弘归，岂能免性则恶业哉？欧主呢解释说：说此则上头所说的情形，完全是菩萨啊大悲心啊增上啊，纯粹呢是以待众生苦的心而行杀生之业。文当中呢说到深深惭愧，这是说明菩萨他不自己认为我这样做有什么功德，他没有，而是呢深深的升起这个惭愧的心，不应该杀生，本来不应该杀生而杀生呢、啊，真的是惭愧啊！而以怜悯心，就是说明呢，他实际上呢没有一念呢嗔恨对方的心，说这个人太可恶了，他不是的，没有嗔恨对方的心呢、啊。所以菩萨呢，他虽然呢甘愿受这一种犯戒之罪呢。而究竟呢对于菩萨戒来讲是无所违犯。倘若呢世人的这个愤恨未忘、哦、或者是对方哪个时候对不起自己呢、哦、所以内心呢这世人的恩怨呢没有忘怀，或者呢贪图啊、哦、这样做有什么功德呢，驾言就是超越自己的地位呢分量，说这一世呢菩萨的、哦、这是菩萨的宏大规则，度生的善巧，这样呢难道啊能够免就是避免违犯呢性则恶业吗、哦、这当中呢要记住啊待众生苦的心呢、啊、事理因果啊清楚了然，纯粹是待苦的心，所以啊，他这样做啊，对于现在的众生来讲啊，哦，他不造大的恶业啊，将来堕地狱的苦啊，长时间的受苦，他悲心待苦的，那就是利益现前的众生，所以对于菩萨戒来讲，不犯的，还有功德。假使呢，心态不对了。哦、稍稍有一点不正确啦，那就要犯因果啦、哦、这个业力会束缚他将来啊三途的苦报，这时间是很长的。接着呢一说果报，那么一所者一时而所，一性而所，一处而所，一时者今生造业，或现生受报，或来生受报，或无量生或受报。一性者造业通于三性，为善不善无忌，受报为属无忌之性。一处者人中造业六道磋藏也。那么我们造了这个业因之后啊，就有所谓的一所果，三界的总报啊，就一所果。那么一所果在哪个地方成熟呢？哪个时间点成熟不一定。这里讲到一所的情形有三种：一时、一性、一处。一处又称作一类，一类而所。所谓的一时而所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今生当中造业，或者现生
当中就受报了。哦，你现在造业过了一年之后，三年、五年、十年，不等的，这个果报啊，现出来了。这个造重业的时候啊，现世报。但是呢，收起来它也是属于花报，属于花报而已。果报啊，还是在三途的，在三途。除了你啊，造业之后啊，知道啊错了，殷勤的改过啊，忏悔，让那个果报啊转重为轻，现生当中受一受。这一点很要紧哦。或者呢，你今生造业，在来生当中才受报，下一生，或者无量生之后才受报，时间不同，所以叫做一时，叫一时而所。接着呢，一性而所，造业通于三性，我们在造业的时候用善心去造业，用恶心去造业，用无忌心，就愚痴心呢，无忌心去造业都有，通于三性的善、恶、无忌，不善就是恶，就善恶无忌性，这三性。那么造业当中呢，通这三种性呢，但是受报呢，为属无忌之性，这受报，也就是说我们得了那个果报体呀、啊，那个果报啊。果报体身体是无忌的，无忌性。也就是说呢，在在家辩论里面呢的分别啊，叫本报色、方便色。本报色啊，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本报的色法哦。哎，它呢不动的时候呢，它就是无忌的。本报色是无忌啊，非善非恶。但是呢，你开始拜佛了，这是善性。你用手打人，这是恶性；但是方便色的时候会有善恶。本报色这个身体是无忌性的，如同说呢，今生你持五戒十善，这是善性吗？来生你得生人天，那个人天的色身呢，那个身体是无忌性的。平常讲啊，身体要没有心呢、啊，就像草木一样呢，无情物的。哦，这身体那是无忌性，无忌性。所以说受报那个果报，果报体啊，为是无忌的。我们这个身体啊，不是善，也不是恶啊。哦，那么益处而所，益处就是说呢，在人道当中造业，但是呢，在六道里面酬偿这个果报。六道的生成呢，都是呢做人的时候所创造出来的，你的现在当人啊造业所感得的，所感得。其他道啊，大部分都是在受报的，都是在受报。要是说呢，在其他道当中呢，他也能够呢涉属在造业当中呢，那都畜生道的啊。就永远没有处理的时间，所以在中经录里面讲啊，说这个畜生呢、啊，他每天呢吃虫子啊，一直在造业，哪个时候能够出呢？处理这个畜生道啊，那个畜生道就是在受果报的，他那个是无忌性啊，哦，他吃虫子等等呢、啊，是由随顺他的业力啊去做的，那个不算造业的，不算造业。要堕入的时候呢，那还是有业啊，还算造业的话，那就一堕入就永远没有出期的、哦。所以呢，其他道就在受果报啊，造业是在人的第六意识啊是最强的，最强。所以啊，得人生，佛是赞叹的，得人生呢、啊，人生难得啊，人生难得，它可善可恶，可上可下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呢现前来讲啊，你在人道造善业修福，将来不一定在人道里面得到这个福报的。好，像我们现前呢，
有很多的宠物狗、宠物猫，哦，他们的享受比人好呢。哎，他也会穿衣服，还有美容，哎，还有洗那个 SPA，哎，高级享受啊。但是呢，这是过去生他修的福报，他很不幸的，他造了一些不好的业啊，堕入畜生道了。福报就在畜生道当中去享受了。这个呢叫益畜，益畜而所。人道当中造业，六道当中去酬偿。此杀生罪，果报如何？华严二谛品引：杀生之罪，亦令众生堕于地狱、畜生、恶鬼。若生人种，得二种果报：一者短命，二者多病。解曰：三途是正报，人种是疑报也。杀生的罪，果报呢是怎么样呢？在《华严经·二谛品》当中说到，杀生的罪呢，能够使令众生呢，堕入地狱、畜生、恶鬼。哦，这个上品的堕地狱啊，中品的堕畜生，下品的堕恶鬼。但其他经典里面呢，畜生跟恶鬼啊，哎，它是不决定的。中品的堕恶鬼，下品的堕畜生，也有这样的。啊，《一华严经》就中品的堕畜生，下品的堕恶鬼。这是属于异所果啊，异所果。若生人中，人中呢得两种果报，这是等流果。第一种就是短命，短命。你杀害对方的众生呢，他的命啊被你断绝了。本来他活七十岁啊，三十岁就死了，短命啊，果报会在你身上产生啊，短命。再来第二种多病，多病。那么以唯识的角度来说的话，等流果当中呢，分成两类啊。第一种叫领纳等流，第二种叫造作等流。造作就是意业的，随意业。譬如说，今生杀生，而平常呢，你对这个杀生的事情不在乎，经常做，那个杀心呢，下一辈子那一念心那个杀的烦恼会增长，习气加重了。这个叫造作等流。另外一种呢叫做领纳等流，就表现在身体上的，这里所讲的短命多病啊，那么你所做的事情在你的身体当中去领纳它啊，领纳它，你给人家短命啊，你就招感这个短命了啊，那你加以人家的痛苦在自己身上就会表现出来，痛苦啊，多病，所以身体啊经常有病痛啊，我们就要反省啊，这是过去生的杀业比较重，怎么办？要持戒啊，持不杀生戒，再来放生，再来呢，《大智度》里面讲啊，常观诸法实相的智慧。那么你观察这个诸法实相，这种的智慧啊是真实不虚啊，没有狂骗的，那也是长寿的因缘，长寿的因缘。我们讲个故事哈，这是呢发生在民国44年，有一天的下午，阿里山呢这个地方。一个文山旅馆的负责人叫廖石水啊，和他的妻子陈锦绣，他们将呢一天的业务整理好了，正准备啊要吃晚饭的时候，哎，忽然觉得啊后门呢、啊、有一个庞然大物冲过来，跑到后院里面去了。因为呢当时刚好黄昏呢、啊、看不大清楚是什么。廖先生呢吓了一跳，赶快啊放下这个碗筷啊，点亮了庭院的灯去看个究竟。原来呢是一只梅花鹿。哦，这个鹿呢就紧张的在后院啊跑来跑去，奇怪的很呢、啊、当梅花鹿呢、啊、看到廖先生的夫妇，居然下跪了，跪下来哦，眼泪一直流啊，好像啊
来求他们救拔他。这夫妇俩呢，看清楚这个鹿呢，哎，怀孕了，哦，这身体啊受伤了，正不断的流出这个血来，而夫妇两个人呢，正怜悯在商量怎么样呢，为这个鹿来止血的时候，前门呢跑进来一个三地同胞，就问呢有没有看到那个鹿啊？哦，这个时候啊，他们才知道哦，这一只鹿啊是被这个青莲呢射伤了。因为已经决定要解救这个鹿的生命啊，夫妇俩当然了、啊、就不肯交出来，只说呢，哦，我们都没看到呢。那青莲也不肯罢休，三地同胞就比较喜欢喝酒嘛，他们呢于是就办了一桌的酒席啊，招待，哦，招待这个青莲。等他呢喝得颇有醉意的时候呢，夫妇俩就趁机拿了200块啊，放在年轻人的手上，你就拿着吧。这一只梅花鹿啊，是你啊累到的，本来应该要交给你的，但是呢，母鹿怀有这个小鹿，哎，哦，很可怜啊。如果还你，你也是周去卖了吗？那么我们呢，就以微薄的钱把你买下来。哎呀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哈？这个年轻人心想了，吃了人家一顿丰盛的酒菜，又拿了200块，加起来也算不少了。所以于是呢就答应这一桩的买卖。三地青年走了之后呢，廖先生呢请了一位兽医啊来为这个鹿啊疗治，并在后院呢搭起了盆子啊给这个鹿啊来静养，打算呢等这个鹿伤口痊愈之后再把它送回山上去。这一件事情呢很快的就传遍整个山呢、啊、有的人就称赞他们的善举，有人就笑啊，这两个傻瓜啊，竟然呢、啊、对这个狩猎花那么多的精神呢，不管别人怎么说呢，夫妇两个人始终呢很小心的照顾啊这一头的鹿。这个邻居啊，有姓陈、姓吴这两个人，整天呢只知道计划怎么样来发横财啊，怎么样占别人的便宜。他是属于啊好吃懒做的、无所事事的人。当他们知道梅花鹿的事情之后啊，这个吴啊对这陈就这么说，说难道天下有那么傻的人吗？为了一头鹿请人家吃一顿呢、啊、换又给200块，还特地啊花钱呢、啊、请了兽医来治疗这个鹿。如果是我才不那么傻。这个吴讲完之后，陈就说了，要是我啊就干脆把它卖了，还可以赚到一笔钱呢。听说啊，这个鹿肉很补哦，很好吃啊。而廖先生呢，只要等这个鹿的伤口痊愈了，就要放回山上去。那我们不妨啊，就等在鹿的后面，只要廖先生把鹿一放，我们就赶快把鹿捉回来。好，他们就这么计划的。梅花鹿的伤口呢，在廖先生夫妇细心照顾之下，很快啊就好了。廖先生呢，就开放后门啊。要送他回山，但是呢，鹿走的时候呢，还依依不舍哦，频频的转过头来看了、啊、廖先生夫妇。想不到呢，这个鹿一离开了，就被躲在树下的陈跟吴这两个人捉去杀了，个人分了一半。事后呢，还故意啊跑到呢文山旅馆呢、啊，得意洋洋的告诉廖先生说呢，说昨天呢、啊。我们呢猎到一只怀有孕的这个鹿，哇，这个鹿肉很嫩，很好吃的呢。这廖先生夫妇听了就很难过，也很后悔，知道他们所说的正是昨天呢，才送回山上那一头鹿啊。如果当时留在家里面饲养，就不会置之于死地了，就很难过的。哦，这时间一久呢，这一件事情也渐渐呢被人所淡忘了，唯有廖先生夫妇呢，还会。经常怀念呢，那一头梅花鹿。有一天呢，黄昏的时候呢，姓吴、姓陈这两个人呢，刚好，从这个公寮啊赌博回来，啊，因为整夜没有睡觉啊，山路又不好走，两个人累的就在路旁的一棵树下休息了。正巧，这一棵树下就是以前他杀害那一头鹿的地方。
不料啊，这个时候当他们才坐下来，顿然之间呢，雷电，雷雨交加的，他们正庆幸说啊，躲得快，还好还好，我们已经躲在树下了。怎知呢，这个雷呢，来势汹汹呢，将这个树呢给劈断了，结果两个人呢就被树呢给压死了。根据呢附近的村民推算呢，这一天正是呢这个鹿啊被杀死的周年祭啊，所以村民呢都非常相信呢这是恶有恶报的下场，这是呢所谓杀生的这个现世报啊，现世报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呢讲过了这个故事之后呢，我们再看着。解约呢，解释说三途是正报，人从呢是余报，正报堕三途，从三途出来之后呢，还有剩余的果报啊。在前面所讲的短命、多病，还有这一些等流果在的，上杀堕地狱，中杀堕畜生，下杀堕恶鬼。或曰：前文三品众生分上中下，或曰杀心猛弱分上中下，或虽造上罪，因情悔过转成中下，虽造下罪，复过是会不知惭愧，转成中上，三一互成，是非一致，故业性痴别为佛穷尽了。在前面的一手果当中呢，第一恶鬼畜生，上品的杀生要堕地狱，中品的杀生堕畜生，下品的堕恶鬼，这是华严经里面所讲的。那么对于上中下三品的分别，底下呢分成几种来说。或曰：前文三品众生分上中下，第一种曰净，就着所加害的境界来分别。依前面的罪相里面所讲三品的众生，而分成了上中下三品的罪，境界比较殊胜的，你加害的话，得罪当然就比较重，相对来讲果报也就比较深重了。这是曰净，第一种曰净。第二种呢，或者曰心，在杀害的时候猛力心、非猛力心，杀心的猛弱，猛力心是上品罪啊，非猛力心是中品罪，磊落心、内落心呢是下品罪，依此而分成上中下这三品，而迁堕于三途。第三种，就着你造业之后有忏悔跟不忏悔，分成上中下三品。后者虽然造上罪，因情悔过转成中下，或者虽然呢你造了上品罪呢，但是犯了过失之后呢了之啊，这样是不对的啊，能够殷殷勤勤的发怒忏悔，这个罪业由于你的惭愧忏悔的力量啊折损了，转成中品或者是下品的。也就是说呢，由于能够殷勤忏悔，本来要堕地狱的，而转成堕畜生或者恶鬼道这种情形，虽遭下罪，复过是非，不知惭愧，转成中上，或者虽然呢，你所造作的是属于下品罪，但是呢，犯了过失之后呢，复过是非。那就护藏呢自己的过失，掩饰自己的过悔，不肯发怒哦。这个业呢，它就增长广大，增长广大。那么唯识学当中呢讲到的，前面的因情悔过啊，这一种的业叫做悔所损业，
业当中有增长业，有不增长业，在不增长业当中有所谓的回水损所损业，透过你的忏悔折损业力的这个业力呢，它不再增长了，所以由上罪呢而转成的中或者下，乃至在家悲难当中呢所讲的福业异夺，以善心夺恶心，以善业夺恶业啊，福业异夺暂时不受。所以忏悔法门呢当中非常要紧呢、凡夫啊有时候难免有过啊，但要知过必改。这样呢修道呢才会辗转增上的。后面呢这一种所讲的是增长业啊，由于没有惭愧忏悔的心，还掩护自己的过失啊，这个业由下品的罪啊就辗转增上，转成中品或者上品。在家必然里面讲到呢，这个无错有八种的无错，无错这一种就是一种业性的道理，法尔任应的，你造作一个业因呢，它很自然的会去造反果报的，造反果报。要是呢没有惭愧忏悔的心呢，因为你现前的第六意识经常是心习是恶念呢，所以呢那个恶因呢它像滚雪球一样的啊、最初是下品罪，它越滚越大，反正中品转成上品的。那么透过忏悔，同样的道理，一个恶因呢透过忏悔业力就折损了，就折损，有上品惭愧心，你现前的第六意识的心呢经常是记住惭愧的，而且呀、从今以后呢就护持不再造作恶业了，努力的修善呢，这第六意识的这个助缘都是善的，所以呢那个恶业啊也开始转变了，上品转成中品，转成下品。所以现前的心呢，修道就是现前的心，活在当下。什么叫活在当下？现前的心，这个现前的心呢攸关于你的未来，也能够呢把你过去的这个业啊怎么样呢变现出来的。好，现前的心很要紧，所以有过呢就是要忏悔，有善法就是要让它增长，施正心。这是第三种业悔不悔来说，就是你造业之后呢忏悔或者没有忏悔，这个业啊会改变的，业力会改变。三义互成，四非一致，上头这三义业境业心业悔不悔互相来成就分别上中下这三品的道理。四非一致啊，犯轻犯重的事情果报啊不决定的，不决定哦，它是要考虑到很多方面的情形，很多方面的情形。所以呢业性的差别假使要仔细来分别的话，唯佛穷尽了，唯有佛才能够穷尽业性的道理，所以呢唯有佛才能够自见。等觉的菩萨还有一分无明啊，对于维系的因果还没有彻底，唯有佛穷尽业性的道理，所以才能够自戒啊，才能自戒。等觉以下都是奉持的，对，奉持。接着持不杀戒，复得何报？持不杀生戒啊，有得到什么样的果报呢？前面是犯戒的果报啊，后面是持戒的功德所感得的果报。那么十善业道经云：若离杀生，即得成就十日离恼法。十善业道经当中说到，假使能够离开杀生，
也就持不杀生戒啊，就能够呢成就十种离恼，离开苦恼的法，也就相对来说有十种的利益。依之众生普施无畏是第一，对一切众生能够普遍布施无畏，持不杀生戒，就是布施法界一切众生的生命啊，没有死亡的部位啊。二，常于众生起大慈心，能不杀生，就恒常能够对于众生升起与乐的大慈心。我们不但呢不杀生呢，还要给予众生呢安乐，这是大慈心。三呢，永断一切嗔恚习气，持不杀生戒啊，就是对治这个嗔的等流习。不杀生的习惯久了，这个嗔的烦恼习气啊，它就渐渐净除了。从牲口你经常呢去护念呢，看到小动物，看到蚂蚁，你也会去护念，不要有这一念心，要注意啊，经常的这样护持这个心，到最后这个念头就不动了，杀的念头啊，它就不动了。所以渐渐的就净除了。四，身常无病，这是对于前面多病的余报来讲的。你不杀生，身体经常就没有病痛的。第五，寿命长延。就像薄伽罗尊者在因地当中呢，曾经持一条不杀生戒。在佛世的时候呢，他活到160岁啊，当中呢不曾经呢生过病。又在《大智度论》当中说到，菩萨以般若波罗蜜啊、和合持戒，还有诸功德，能够呢得到啊寿命无量，这寿命长远，加上般若波罗蜜、持戒、诸功德。得呢，寿命无量呢。第六呢，恒为非人之所所获，可以恒常呢得到善神，这非人的善神或者天龙八部，皇所保护你。第七呢，常无噩梦，清洁快乐，经常没有噩梦，而在你睡觉呢或者醒来的时候，内心恒常是快乐的。第八呢，灭除冤结众冤，众怨自解。能够灭除，我们持不杀生戒吗？灭除自己内心当中的冤结，在外在的众怨呢，自然就解除了。古人讲啊，智者除心不除境啊，愚者除境不除心。有智慧的人，他知道啊，你所遇到的都是你自己的问题啊，都是自己的问题，所以有智慧人他是要除自己的恶心，要正知正念啊，不是要去改变外境啊，因为外境是你所招感的，改变内心。所以境没有好坏啊，好坏出于你的心啊，所以因此要改变内心，外境呢它也是随着改变的，随着改变。因此说呢，灭除冤结，所以所有的冤家对头通通也解除了，也解除。第九，无恶道怖，没有堕三恶道的恐怖，因为你持不杀生戒啊，就没有这种不好的业，当然呢就没有那个不好的果报。第十，命中升天，命中能够投身天道，这是姑且就着现前的利益呢。接着，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或成佛时得佛随心自在寿命。假使能够呢，将不杀生的功德回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，也就是说呢，你所修的都是为了成佛，为了成佛，回因向果啊，将来啊，你成佛的时候啊，能够得到呢。向佛随心自在的寿命，无量的寿命啊！
解曰：十日离恼法是花报啊，自在寿命是果报也。我为大师解释说，十种离开苦恼之法，这是花报。结果之前一个方便呢、啊，开花接着再结果啊。你还没成就佛果，先前先得到这个小小的利益，那自在寿命呢，就是说明果报啊，真正的果报。又呢，《大乘理趣六波罗蜜经境界品》里面说，持十三业，一一皆感四种果报。这《大乘理趣六波罗蜜经》呢，这是属于波罗，属于波罗系的，唐代的波罗三藏所翻译，有十卷。那么一一呢，都能够感得四种的果报啊。第一呢，现在安乐。我们现前的身心能够得到安乐，能够得到安乐。那么持不杀生戒啊，杀的这一种呢，烦恼、冤结、势力啊，就渐渐敛落了，现行的机会呢，也就少了。这是第二种啊，烦恼、冤结、势力敛落。你能够持戒的话，这个烦恼、势力，现行的机会就少了，啊，少。第三呢，一义当来是常得尊贵无所花少。当来是就未来世当中呢，恒常得到尊贵大户长者的果报啊，一切的钱财无所花少，没有什么缺少的。第四呢，精勤修习当得无上正等菩提。你要是呢依这个法再进一步努力的修行，将来能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啊！离四杀者，离杀四者，离杀四种果报的情形。前面四种是十三业当中的总收，都有这四种的果报。那么一菩萨一诸众生不起害心，能识无畏，亦不恐怖。以无不顾一切众生亲近供养尊重赞叹菩萨，以彼身怜悯心由此行故，过去所有一切怨恨自然欣喜。那么第一，也就是说呢，菩萨对一切众生不生起杀害的心，能够呢布施无畏，亦不恐怖，也不让众生呢产生恐怖的情形，亦无不顾啊。因为呢，对菩萨没有恐怖感嘛，所以因此一切众生呢，都能够啊来亲近供养、尊重、赞叹菩萨，而菩萨呢，对于这一切众生呢，升起怜悯的心。有慈悲呢，怜悯的心呢，这一种的原因呢，所以过去所有一切的怨恨，自然内心呢也就止息了，也就止息了。那么第二呢，嗔恚害心，嗔恚害心，悉皆忍耐，以持甘露，用途其心。而能坚持嗔等热恼，睡眠安宁，恒无噩梦，以慈心故，妖叉诸鬼食血肉的，舍离害心，及诸恶兽常相守护。第二种，嗔恚加害之心，这一种势力呢，完全都敛落下来，以慈甘露，用途其心，用慈悲甘露的华水。来呀、啊，涂装呢，行者的内心啊，我们的内心，而能够呢，坚持一切的嗔恚等等的热闹哦，整个嗔恚心一来呀、啊，内心就像火在烧一样的，能够这样的话呢，其慈心呢，那个嗔恚的热闹就没有了，睡眠能够安稳啊，恒常呢，没有噩梦。以慈心的缘故呢，要差诸鬼，哦，
这些的鬼道的众生呢，食血肉的，舍离害心呢，对你呀、啊，都没有害心的，没有加害的心。及诸恶兽呢，常相守护。一切的恶兽，那么恒常互相来守护。我们看呢，上广下清老和尚，他老人家以前在大陆啊，住山洞。那个洞呢是老虎窝啊，哦，后来这个老虎啊，都皈依的老和尚啊，守在洞外啊，当护法的。那么这种情形，就实际的修行功德啊，真正的慈悲心呢，自然呢、啊、不动干戈啊，天下太平啊。三呢，以未来世或三果报：一、寿命长延，常无终杳；二、所生处常无病苦；三、大富老财，恒得自在。第三呢，以未来世当中能够得到三种果报：第一呢，寿命长延，每一世每一世当中呢，都是寿命很长的，常无终夭，没有中间夭折的情形，命不该绝而绝的叫做终夭，叫夭折啊，没有这种情形。第二呢，所生之处呢，常无病苦，恒常没有病苦。第三呢，大富老财啊，大富老财啊，非常的富贵，财富无量呢，恒得自在。恒常能够呢随心自在啊，这福报大。四呢，以不杀故得佛法分呢，以五趣中所生之处一世自在，随意能住，乃至坐于菩提树下，诸魔鬼神不能为障，称等正解，无量圣众之所围绕。因为不杀生的缘故啊，能得到佛法的气氛。不杀生，我们的生活一三业就有佛的威仪，沾了佛法的气氛。在五趣当中呢，这五趣将阿修罗呢打散了，到其他道去，所以六道就称为五趣。在五趣当中呢，所投生之处一世自在，就是说处在世间能够得到自在，随意能住。乃至于呢，坐在菩提树下，一切的恶魔鬼神不能作为障碍，不能障碍他。成等正觉，有无量的圣众之所共同围绕的。菩萨就庄严佛土，成就众生。十三业是菩萨净土，六波罗蜜是菩萨净土。成佛之后呢，修十三业、修六波罗蜜的这个众生呢，都来到你的净土当中了，所以啊，你成等正觉的时候，有无量的圣众呢，之所共同围绕的。解曰：此四果报，二十现在，二十当来，曰之，即是转三障意。此二生善，即是先转业障，因业障转，能令报障易转，皆能尽转烦恼。该业由或造。报有业感，不了业因，复从报法其后，由业现行，一心烦恼种子，故三法辗转不离，如二叉聚。维大师解释说呢，这四种果报啊，前面两种属于现在的，后面两种属于未来，当然就是未来。耶稣，耶稣他来说的话，也就是转三障的义理，惑障、报障啊，业障跟报障这三种啊，惑障、业障、报障。初二生善，就是呢先转业障，在我们的生口造作当中呢，能够断恶修善呢、啊，就是转啊业障啊，你不造业的。不造业，因业障转，能令报障易转。没有业因吗？那就没有未来的苦报，
所以业障一转的时候，宝藏呢也跟着转变了。能断恶修善呢，三六道的果报呢，它也就转除了，转除了。兼能尽转烦恼，当然呢，这当中呢，能够断恶修善这一念心，对于因果事理啊，就非常清楚啊，具足正见呢、啊，所以那个烦恼障也就跟着转。后面呢还有一些的道理哈，我们时间到啊，先讲到这个地方。